我们虽然也做了些好事、善事，可是我们的习气把我们的善心、善行啊给破坏了。啊，什么习气呢？自私自利的习气，功高我慢的习气，人人都有啊。只是你自己不能够觉察，有时候自己也觉察到了，啊，但是一转眼呢，他又迷了，境界一现前呢，啊，他老毛病又犯了。啊，这算也有相当进步。为什么过去犯的时候自己不知道，现在犯的时候，犯了之后马上就能觉察到，哎，我又错了，怎么又犯老毛病了？这很有进步了。啊，可是没有用，三途业报还是得受。如何能把毛病习气控制住了，让他不犯？这在六道里的才不堕三途啊。又佛告父王，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亦复如是，但能细念不止，定生佛前，一得往生，既能改变一切诸尘大慈悲。这是世尊劝他父王修学念佛三昧啊，这借着了佛又告诉他的父王，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啊，这一句就是六道轮回啊，在六道里面的众生念佛的心呢，念佛如是，如是是指前面他父亲曾经问他，佛地果德真如实相，地也一空，为什么不让大家学习？佛告诉他的父亲，这些境界很深，是化身菩萨们，他们的境界绝对不是凡夫能够行得到的啊，所以劝大家念佛。那念佛这个方法呢，也能够达到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，但是无论在这个修学经历时间方法都容易多了啊，所以下面接着说，但能细念不止，定生佛前啊，只要你真心真愿意往生，这一句佛号啊不要中断啊，最好是日夜都不间断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能做得到吗？能。什么人能呢？放下的人呢？真正求往生，往生是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啊。那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认知，那就是我要不往生，决定堕三途啊，堕地狱未必，但是恶鬼出生是肯定有份的
啊，我们虽然也做了些好事、善事，可是我们的习气把我们的善行善行啊给破坏了。啊，什么习气呢？自私自利的习气，功高我慢的习气，人人都有啊。只是你自己不能够觉察，有时候自己也觉察到了，那但是一转眼呢，他又迷了，境界一现前呢，啊，他老毛病又犯了，啊，这算也有相当进步。为什么？过去犯的时候自己不知道，现在犯的时候，犯了之后马上就能觉察到，哎，我又错了。怎么又犯老毛病了？这很有进步了啊！可是没有用，三途业报还是得受。如何能把毛病习气控制住了，让他不犯？这在六道里的才不堕三途啊！啊，人天两道。如果把教育丢掉了，这个两道的麻烦就大了。啊，现在人间把教学丢掉了，整个社会混乱。天上怎么样呢？啊，我们曾经听说北朝鲜的山神，哎，以前曾经跟长春白果兴隆寺的常慧法师有过往来，啊，常慧法师告诉我，肯定不是妄语，这山神告诉他们，他问山神。你们当山神当了多久了？他说3000多年了。常慧法师问他，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啊，他知道，为什么你不亲近佛陀跟他学佛？这迷惑不知道啊，现在想学佛了，迟了。啊，找一个好的老师都找不到啊，就找到他了。他说那天上怎么样？在天上也不怎么样，大概就是我们人间造的这些恶业也染污了天堂。可不可能？可能。为什么可能？我们念了贤首大师的望经还原观就知道了。我们这边人起心动念呢，天上这个信息全部收到了，可是这些信息全是负面的，啊，天人烦恼没断呐，习气还有啊，只是比我们淡薄一点，但是我们这些恶习气加持它。他那个淡薄就变成浓厚了，所以说天上也不怎么样啊，想来想去还是极乐世界好啊，发心求生呢，这是正确的，这个山神不错，善根相当深厚啊，啊，那这八个代表到中国也没请到老师，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回去了，留在中国做护法神。啊，这就是说明，人间天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什么是最重要啊？教学最重要。
啊，我们中国老祖宗提出这一句话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这是礼记学记上的一句话。啊，礼记成书，过去多少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最晚也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完成的。这就说明那个时候佛教还没到中国来，我们老祖宗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，教学重要，这教学为先呐！啊，教学的重要，我们有理由相信。老祖宗重视这个问题，真正把它当作一桩大事来做，在中国我相信不止一万年啊，虽然中国文字只有4500年的历史，以前没有文字，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，老祖宗决定懂得这些东西，而且教学的理念、教学的内容与佛法几乎完全相同。再看看现在世界许许多多族群里面的圣人、宗教里面的创始人，没有一个不懂得教学重要。那我们在大乘经论里面看到的，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讲经教学的。啊，他们自己成正觉了，证得妙觉的果位。啊，常住在娑婆土，为什么要教学？不教学就回常寂光去了，回常寂光也没休息，还是在教学啊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，应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，应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，现身说法都没有起心动念，自然的就发而入世啊。如果把教育疏忽了，灾难就现前啊，个人把教育疏忽了，个人的灾难呢？啊，你不是身体不健康，就是外面麻烦事情很多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